们学院共有60名女同学和30名女老师，我们想为她带来一点小惊喜。我和我的几名男同学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做了800朵玫瑰花，并配有绿叶点缀。我们从2号开始着手准备，花费了大约1周的时间，最后进行包装。每一盒里面有3朵花朵，花朵底部有2片绿叶用来装饰，又想表达对所有老师和所有女同学的一份心意，给他们带来一点点小惊喜。能够吃到同学们亲手做的曲奇，我很开心。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同学们亲手做的礼物。曲奇很好吃，很甜，甜在嘴里也甜到了我的心里。我觉得挺好吃，一份心意吧，很喜欢。这份曲奇就是充满了他们对我们女生的那种关心，挺感动的。饼干的口感非常厚实，挺好吃的。我觉得他们就很帅气，然后给我们送饼干，挺好的。